Hello， 老秦，那我们今天就来我们来忍者啦。那上次基本上的话哦，想要切换我们这边的这个艾伦的形态啊。那后来的话，这边试一下的话呢，是刷完的素材了，终于可以切换了。那我们就直接来一个超进化环节，走起！哎，这边已经把他们全部刷完了，确实是拿到蛮少的，直接切换 ，Go Go Go！进化使名 Ranger 其所备有装所有装备都会将被保留 ，OK 啊、哦，走起，走起。应该可以吧 ？Nice， 进化之后好像没有变，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装备哦。它的血量超多哎、欸，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千多万的这个血量吗？原来本来是有这么高的，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这边直接变成我们这个红色阶级艾伦，然后装备都在，然后有多一个新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敌方暂停出动。出动拥有此能力的 Ranger 时，能以高几率将敌方队伍一支 Ranger 的这个重新产生时间量表的冻结哦。我这个常被冻结啦，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可以用这个来去冻结一些那个 PVP 的一个人这样子哦。然后这边战锤的力量化身为晋级的巨人，并从地面穿出这个巨针来攻击敌人，并对敌人造成负面效果，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这个硬质化，化身为晋级的巨人，让身体硬质化来提高防御力，并让伙伴获得正面效果。然后再来是硬质化。化身为进阶巨人，让身体硬质化来提高防御力，还有这个让那个伙伴获得这个正面效果、哦，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如果他是这个进阶巨人小队的话，基本上还有一些就是额外一些能力效果，所以早知道就是当初还是要把那个谁把兵长给他抽出来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威力，看一下究竟是会如何。来来来来来，联盟等级下降了，好样的，没关系，我今天就用这个新短进化艾伦来打爆你们哦。来来来来来。你们这些没进化的，准备被我踏死吧！哦，那、啊、怎么大家都有进化？哎、欸，这对他也有进化哎、欸！哇，大家都很猛哎、欸，都有进化哎、欸！我的天哪、啊，那么难打了吗？这对的话应该有机会，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可是这对有雷姆哦，没事，有雷姆就有雷姆，我们直接走起，我们桑达直接帮我们走一波，桑达这边72等哦，好，走起。我们这边的话应该就有那个了，就是可以让他就是被冻结这样子。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喔，我们血量这样算蛮高的吧？加油啊，艾伦！艾伦，加油哦！拜托了，其实我不知道他究竟蓝色跟那个粉红色的时候到底有差多少，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所差的啦，应该是有所差的。然后朋友驾到，感谢朋友 ，nice， 朋友驾到，赢定了，他把无敌护盾开起来了哦、喔。无敌护盾开起来就代表他要放弃那个补血的这个生活咯。不过这个模式应该也是电脑在帮他控的啦，所以就只能就是那个哦，冰也开了，冰也开了，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现在艾伦很坦的，先进化艾伦九是对的啊。然后我们还可以锁他那个角色一些那个就是产生的那个就是时间，把他给锁起来，完全没问题。加油加油！走起走起！哎、欸，我忘记放守卫者了。工会守哎、欸、不是，工会守卫者还没出来就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哦。可以可以，各位哇，太好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听观众的都准没错、哦，观众每一次讲的都照着他们做就赢定了。哎、欸，这边的话140，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打赢哎、欸，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不怕不怕。然后这只是什么属性啊？这个桑达是什么属性啊？看不到、啊，被他的锤子给挡住了，笑死！伤打，别再挡啦！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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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比较缺就是那个青蛙啦，因为我想要再把熊大的等级再拉高，最高是不是240等啊？我现在熊大那只也才160等而已，比较可惜。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蛙都给那个了，都给别人了。哎呦，来咯，龙卷风开吹哦，他先吹对不对？他先吹没事，换我吹，大风吹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然后把我冰住，我也把他们盯住，好不好？没有问题，这样就对了。哎呦，超大只，啊，超像那个啊，扑克牌上面的那个 K 哦。哦，好，无敌盾牌开了哦。无敌盾牌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晚点开，因为无敌盾牌这边的话，它是可以帮那个塔补血的，你们知道吗？这很重要啊，尤其他这边又有天空部队哦。没事没事，跟观众都说过了，泽平的地面部队是最强的，对不对？我们的地面部队超强，我们不怕。然后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就再用那个无敌盾牌补血哦。Nice nice， 可是我们要自己先观摩一下那个血量哦。血量如果变太少的话，就要赶快按那个补血护盾了。来来来，
给他弄起来，很多只哦，没事没事，反正到20、30的时候，泽明就会开那个了哦。我们这边就把胡迪护盾开下去，然后让我们的塔补血。哦，不用了，直接赢了 ，nice， 耶、yeah! ，太舒服啦，还敢让我降阶啊，哈，还敢让我降阶啊，我直接打上去。哇，这个有艾米莉亚就不行了。艾米莉亚真的恐怖，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欸、这边感觉好像只有雷姆240等，我们看一下啊、喔、雷姆240等，我们究竟用这样的队伍能不能去扛得住，好不好？希望是扛得住啦。周琦，来来来，熊大 go go，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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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真的是巨人大兵欸，尤其是他不是所有同样属性的，就是同样活动的这个角色，会让他们就是那个吗？会让他们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加成。守卫者先出好了，我怕了我怕了，吼吼！对面那个很多哎、欸，都是巨人部队哎、欸，你看，有我们那个憨吉吗？还有我们就是那个吉克，再加上我们那个兵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谁，还有我们就是那个雷姆。小心点，换我们吹！然后开兵，然后换我们备兵了。陨石 ，People Fire！ 有有有，我们这边好像打死蛮多的。希望我们那个后面那个远攻距熊大可以帮忙打更多。可以哦，可以哦 ，Nice！ 然后这个时候呢，无敌一下。直接获胜 ，nice， 还行啊。但平常我们在打工会的时候，其实工会的那个敌人更难打，好不好？这个都还算是可以。继续继续，来这个艾伦240等。但是我觉得我整体来说，我的队伍应该是比他强的、欸，对不对？我觉得我应该是比他强的。来来来来来，不怕不怕，输了就输了，输也不会怎么样，没杀，好不好？来走起，不怕不怕啦。守卫者晚点再开好了，加油加油！挥挥挥！喷喷喷！守护者 ，yes yes！ 哦，他已经开无敌喽，他先开无敌了，没事没事，早开早好啊。嗯，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龙卷风要开的话，一定等他先开完龙卷风，我们再开，不然我们吹过去又被他吹回来，超白痴。应该是可以，我们继续加油。哇，他一直在锁我的熊大、啊，哼，他一直锁我的熊大，有够麻烦的。完了完了，我们有角色过去吗？也有也有，好不好？两边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这边捡血量捡比较快。哦，他开兵了，他开兵了。没事没事没事，反正他早就已经开那个什么，他已经开就是那个无敌护盾了，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慢慢的过去。待会的做法大概就是先那个，先龙卷风，然后我开兵。然后开始砸。先把他们弄过去，然后等到他们东西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开无敌护盾。不然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了，先回血。拜托了，拜托了 ，nice， 赢了 ，yes，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样打，就是这样打，目前看起来都 OK 哦。然后最近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活动的关系耶，但是活动基本上他又送我了很多那个抽奖券，所以我原本是八几张抽奖券，现在又变成110多张了哦。不知道要不要抽那个史莱姆耶，大家觉得要抽吗？还是问就是抽？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如果是四星的这个艾伦跟我们就是这个三星的这个红色阶级的哪一个比较强？应该是四星艾伦吧，对不对？来，我们来试试看。对面又是一只恐怖的艾伦，然后对面还有这一次的那个新角色，哎，那只厉害吗？听说好像就是魔王比较厉害一点点，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好像都说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史莱姆比较厉害而已。
没事没事，因为我在想，我一队如果都练得差不多，是不是我应该要搞二队啦？因为我们其实 B 这边的角色，我基本上都没什么出，你知道吗 ？B 这边的角色是不是应该也要出一下？我都没什么出啊，我应该要两边都可以出，这样应该会比较舒服，有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比较厉害的就只有一队这边的这个阿努比斯啊，再加上那个艾伦跟这个熊大，我们就只有这几只。还是我们应该再把票券留给那个后面的那些更好用的角色，这些大家都可以再给这边一些小小意见哦。来来来，因为到我又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先抽一只那个史莱姆的角色出来，但抽一只我好像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就是有什么就是大的一些搭配，对不对？那好像也是蛮可惜的。弄起来，弄起来，弄死，弄死！冲起来，冲起来！拜托了，拜托！哦呦，他们怎么突然变一大堆东西出来？好恐怖！没事，我们这边还有就是那个工会守护者。可是我觉得工会守护者应该快要被他们给打烂了。对啊，而且我们没有什么角色是在那边的。哇，超尴尬啊！这个，来试一下好了。他们也吹，但是我们这边可以冰，加一个冰。哇，他为什么有泡泡盾啊？无敌一下，我们要冲进去，直接压塔，直接压塔，直接压塔，全部过去，大军突击，可以可以，没问题。哦，所以这个战法的话，应该就是怎么样？先把冰吹掉之后，然后冰，然后再用那个陨石开闸，有没有？然后大军就可以屠戮了，应该是 OK 的哦。好，那我们今天万岁爷，让我们艾伦进到了这个好不好？完全这个切望的进化状态。那大家喜欢哪一个模式呢？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好不好？那目前来说啊，我们这边票券又回到了116张，大家会觉得这边该抽吗？还是我们继续留着呢？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喽。那我们下片再见喽，大家拜拜。